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今天带了一个大抄网过来捕鱼，前面有一条小啊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就是这一条小河了，村民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坝拦截河水，鱼只能从这个地方过。我们现在准备一下，把这个抄网放下去，然后要到上面去把鱼赶下来，看一下今天有没有货。摔了两三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从上面把鱼赶过来，鱼就会跳到这里面来，这样子它就跑不掉了。到上面去把鱼赶下来，看一下有没有货。有货有货。
往日收获几只鱼了。这条河流快断流了，上面差一点就断了。就收获这么多，大概有两斤多吧。我们还要再赶一次。赶了两次，收获有半桶鱼了吧。快点跑了。连续赶了两次，有点累了，先把鱼货拿上去看一下，把它网放在这里先。这一次收获相当不错啊！现在天气太热了，都没有带这个氧气过来，鱼儿快不行了。到下面去把小的放了，然后收几条大的回去就行了。
抄网的话，大的网先放在这里，等到天快黑再过来抄。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